今日是6月28号农历5月23，而大事勿用最旺的生肖是猪，事业运上升，行事效率高，上位不是梦啊。属猪的邓丽欣前排受邀参加某集团的晚宴，作为压轴表演嘉宾登场。Steffi 着住优雅的晚礼服，粉丝都大赞佢靓女啊！佢都有份参演内地古装剧《末代厨娘》，拍完雪藏咗5年，终于在上个月解冻播出。而且呢一套都是 Steffi 首部清装剧，虽然不是女主角啊，但佢的戏份都不少。咁孖住事后胡杏儿，相信收视应该有保证。今日事业运上升，努力工作就一定可以上位啊！今日的幸运星是双子座，幸运指数排首位，理财投资有望尝到甜头。双子座的 Mirror 成员陈卓妍，今个月初刚刚过了31岁生日，粉丝还帮他搞了场生日会，而伊人都很宠粉，在生日会现场为粉丝献唱。而近日伊人的朋友都非常贴心，帮他庆祝生日，在餐厅里面朋友突然开始唱生日歌，然后厨师就拎着一碟哈密瓜加蜡烛就走了出来。伊人表现得非常惊讶，还形容自己为社恐现场。见伊人笑得咁开心，都知佢感觉到好幸福啦。有埋粉丝同埋朋友嘅爱，难怪幸运指数排第一啦。幸运方向坐东南向西北，幸运数字7、18、49，幸运颜色绿色、青色。